说了这么半天了，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您给我句话呀。这家我还真回不去。为什么呀？就算是我错了，我有一千条一万条错，您打我骂我都行，您不能赖在马国良这儿。赖马国良这儿怎么了？给你丢人了？不丢人吗？您闺女前脚都跟他离婚了，您这后脚就来了，您这不是拿着外人的手打我的脸吗？哎呦，您这么当妈的吗？妈年轻的时候就为你守寡，我受了多少委屈，我吃了多少苦，但凡我含糊一点，就没有你今天了。我还不配给你当妈？去，到外头找一个配给你当妈的。不是那个意思。你说这么多年了，经过多大的事儿，你也没给我红过脸，我就不知道这次是怎么了。不就是为了一个书架吗？至于弄了这么人仰马翻吗？我就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了。要不妈说你傻呢？为了那么一个书架子，你妈就能离家出走？你知道你们家老沈都干了什么？老沈干什么了？那天我在书架上翻出来的不是别的，是张支票，30万。聊聊吧。我就知道老太太来找你，就非把这张支票交给你，你呢就会带着这张支票来问我，有这必要吗？那得看这张支票是怎么来的。罗世峰给我的稿费啊。你给他写传记了？我给他工程提一些建议。其实咱们都明白，什么稿费、咨询费，不过是这些生意人给咱们这些手里有点权力的人行贿的一种变相方式。你觉得你的咨询值30万？这30万里又有多少是给你手里的那点权力的？30万，太便宜了吧？这么点就会把我给收买了？是，这点钱你当然看不到眼里。这次是因为老太太发现了，你呢又很犹豫，所以这个决心很容易下。但是你这么收拾老太太，要吓死她，就是让她以后不再敢管你的闲事。所以你的野心不止这30万。那依着你，我的野心多少才合适啊？比起你来，我跟这些生意人打交道的时间更长，更了解他们。
他们不管给你多少钱，都要十倍的拿回去。这次你收了30万，你觉得你给他们300万的利益就够了吗？他们不会满足的。他要是敢给你300万，就一定想好了，要从你这儿拿走3000万。问题不在于你敢不敢拿，而在于你手里的权力能给他带来多少利益。 你说的对，句句都对。正因为这样，这30万我才不能不拿。因为这30万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大头，还有更大的阴谋。所以我这叫坐看风云变幻。我只有把30万放手里了，我才能看清楚他的动作，才能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年轻时候在工会帮过忙，我知道那玩意儿拿到银行就能换出钱来。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能告诉你吗？当官的偷偷往家拿钱，能是好事儿吗？你要是知道了，那公安局检查要查起来，你就是同案犯，要蹲大牢的。我一个老官的瓤子，我就那样了，反正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可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那我跟小易俩人怎么办？你先别激动，这事儿不是还没弄清楚呢吗？还怎么弄清楚啊？我本来想，妈拿着，妈偷偷放回去，神不知鬼不觉，这事儿就过去了。这姓任的，他把那加支票那本书给拿走了。我天天看法制节目啊。 我这心里清楚啊，那本书上有跟我唯一的线索，那上头有我的指纹呢。他把证据销毁了，这不明摆着要杀人灭口吗？你别胡说八道，什么杀人灭口啊？就算是为了30万，老沈也不可能把您杀了呀。可能你别胡说八道，就你那老公，多阴呐！他要铁了心了，往邪路上走，咱娘几个。 哪是他的个儿啊！这家我待不下去了。妈跟你说，妈在这家，妈都睡不着觉。我这一闭眼，我就看见那姓沈的拿个大棒子啊！哪一天他非得害我，那这样，您把那支票给我，我当面跟他问清楚。就你那姓沈的，给你，2句话人家就把你绕进去了。 能解决什么问题？你不会给马国良了吧？我就是给马国良了，我得让他给我们做主，拦住那姓沈的。哎，让他救救咱娘仨。老马，我和你不一样，我一直用我的方法。 来面对这个世界，处理我周遭的人际关系。说出来你也不相信，因为在你马国良的心里，只有你是光明正大的，别人都是蝇营狗苟。方法不重要，结果最重要。我也希望你能够说服自己，相信这是引蛇出洞，而不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反正这张支票在你手里留的时间越长，你就越犹豫，就越容易犯错误。 是是是，马主任，这是我自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其实你的事儿我一点也不关心，包括你老婆的事儿我都不关心，但是我关心我的女儿，因为她目前还跟你们生活在一起，还有老太太。我也希望你能够打消她的顾虑，让她回去好好的、踏踏实实过日子。老太太呢，真的是信任我。 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回去。他要是觉得我的人品有问题，那不管你说什么，再怎么解释也没用，因为他对你这个人已经有看法了。这么说，你是不打算接他回去了？说实在的，老太太真住在那儿，我不是特别在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多伺候他几天，我提前在这儿歇歇你。那你是不了解刘丽丽。
你要想继续跟他过日子，就得把他的亲人当成你的亲人。那是跟你过日子的丽丽，现在她是我的太太，想跟我在一起过好日子，就不能有任何条件。那就祝你们一切顺利。这闺女我是白养了，我把支票的事儿告诉她了，她半天没吱声，一句有用的话都没有。您想听什么有用的话？她得跟我一条心吧，得我俩一起跟坏蛋斗吧。您太着急了，她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不过您呢，也让我刮目相看，别看平时那么闹腾，关键时刻还是很有原则的。你才闹腾！你以为我老太太心里不明白？哼，小事儿怎么都行，大事上绝对不能含糊。也算不了什么大事，这手里呢，但凡有点权的人呢，都会经受这种考验。不过这回呢，您算是帮了他一个大忙。您这么一闹腾，他这钱不敢拿了。不敢拿了？30万，他舍得？不为别的。就因为这张支票是我还给他的，你想想，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别说是30万人民币，就是30万美金，他也不会拿。对呀，你说最恨沈韵的男人是不是你啊？哎，这事儿你都知道了，他一定得把屁股擦得干干净净的。为这事儿，你才把支票还给他的。我也想把这事儿赶紧了了，让您早点回家。哎，这家恐怕我一时半会儿的就回不去了。为什么？沈韵那人，你不知道多可怕呀！咱就说藏支票那个书吧，他偷偷摸摸的，他给藏起来了，还瞪着眼睛，装着什么事儿都没有，跟见了鬼似的。我老太太胆儿不小啊，那就把我吓得，就这心性，我得让她老老实实的来跟我道歉，将来不定出多大事儿呢。那您的意思是？我得在你这多待几天，她不来道歉，我绝不回去。你可不能撵我啊！天底下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好人了。行。您愿意待几天就待几天，也好，让他知道咱俩关系好，他会收敛点，没准还是帮了他。那是。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没什么可说的。坐下，你先坐下，听我说。这什么？打开看看呀。11次，这是罗世峰一共11次请我去酒店、饭店、薛家、巴黎消费的记录。
你再去你的装首饰抽屉里看看，少什么没有？你说，那蓝宝石项链？对，我把那项链已经还给他了。咱们该戴的戴了，该美的也美了。就算租了几天，是谁的，还得还给谁啊？你戴这项链，真挺好看的。我发给你，以后你要是想它了，拿出来看看。啊，我知道，你一直憋着要问我那张支票的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我要真想要那30万，我还会费这么大劲？把每次和老罗消费的钱一笔一笔清清楚楚的记下来吗？你还记得吗？第一次我们去他们家赴宴，我拿那红酒瓶在扫码，这些我都记着呢。连同那支票，我都会还给他。那你不想要这个钱，你就干脆拒绝他就好了，干嘛还要把钱拿回家呢？那张支票是他偷偷的塞进书里给我的，我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我是犹豫过。但我不是犹豫该不该收，我是在想他到底有什么阴谋，他到底想把我往他那条邪路上引多远。我之所以把支票和这些消费的钱放在这儿多放几天，就是为了让他更充分的暴露，让我看得更清楚。那你干嘛把那本书拿走啊？你直接把它老老实实放在家里，让咱妈把支票加回去，我们就当这事儿没发生，不就完了吗？完了吗？那能完吗？咱妈那张嘴，你不比我更了解？他很有可能就去街坊四邻那儿去聊去了。这楼里住了那么多我们院的人，三传两传，到时候立案一查，没事我也有事儿了。再说以后日子还长着呢，哦，这回让他尝到甜头，那以后我回家每次不还得被搜身啊？我这次要不把他治得服服帖帖，他早晚得把我给弄进去。就算是我妈是那样一个人，那你这也把他吓得太狠了。丽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项链、支票，包括这些所有的消费的钱，你到底愿不愿意让我把他们都还回去？你什么意思啊？不义之财当然要还回去。可你知道吗？你那次看到项链的时候，你那眼神，第一次咱们去罗世峰家吃饭的时候，你从心底里散发出来的那种高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罗总送的，花了不少钱吧？真的很好看，比我想象的还好。来，一二，等会儿，哎。对咱们将来的生活到底有什么要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的行为让你有点误会？是，我是有点小虚荣，喜欢漂亮的衣服、昂贵的首饰，但是我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不是因为你沈月可以当大官赚大钱才嫁给你的，我是希望这辈子别白活了，我可以找一个爱我、珍惜我的男人，和我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不是不喜欢那些好东西啊，你是不敢要，你怕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你承受不起。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你可以对我没要求，我不能对我自己没要求。我千辛万苦的把你从别人手里抢过来，我就是要给你，他给不了你的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想好了，我早早晚晚将来是会要离开体制的。我第一步先跟龙世峰合作，把他当成一个平台，以后搞我自己的项目。到时候的规模、效益，那可不是今天的罗世峰和马国良可以想象的。现在暂时我不能离开体制，我还要尽我所能为我自己积累资源，为日后我离开体制做好准备。我还是没太听懂。你不用太听懂，但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我不会把我更不会把你置于危险之中。这一点，我求你相信我。这个哎，不对呀、啊！我闻着鸡汤味儿了。我也闻见了，锅里头还冻着一只鸡呢。是啊，那是给钱的人吃的。就你们蹭吃蹭喝的，这热馒头加酱豆腐再加小米粥，都赶上坐月子标准了。你还想吃鸡？你下得了奶吗？好像你也没有喝着鸡汤。那是我不想喝，我就想吃点清淡的，这叫养生，懂不懂？看来您是有钱人了啊！好，你把钱拿出来让我们看看。现在你要是拍出钱来，我立马给你翻个跟头。你那么大岁数老头子，你以为我愿意看你翻跟头呢？瞧着没有，200多个未接电话，谁打的呀？我闺女打的，我闺女大医院的护士长，接红包接到手软，数钱数的手疼，天天嚷着要给我送钱来，让我请我下馆子，我都不去，我不给他这脸。我们也有钱，哎，基金你知不知道啊？钱都在银行里滚着呢，就是等到日子一分红，想吃什么买什么，甭说鸡汤了，就猪手都掉走眼跟前儿，我都不太眨眼。张小姐，张小姐，哎，在这儿呢，怎么样？看我效果怎么样？把东西都整理了一遍，都分了箱，归了类，这里面还贴上了标签，你看。日用工具类，下面是厨具类，在下面是清洁类，在下面是收拾庭院用的工具。哪来这么多箱子呢？网购的。那些货架呢？我买来自己组装的。怪不得这些日子都见不着你人呢。还有这灯怎么样？原来那个瓦数太低，我换了个 LED 无频闪的。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从你刷碗擦地我就觉得不对，你这不是在干活，你这是在填补自个儿的精神空虚。说的对呀，过去上了发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突然松下来，都不知道自己该想什么，该干什么。相信我，你就是把这个院子都拆了，把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分门别类装到箱子里，也没法踏实。你要想踏实，只有重新做回你的设计。我学设计的第一天起，就是跟何俊贤在一起。画的第一张图只是他帮我修改的，接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他帮我谈的。只要想起设计，就会想起他，想起我们俩的理想和所有的一切。所以我现在开始不想做任何跟设计有关的事儿。
相信我，你会的。为什么？不然你就不是江一楠了。你说的江一楠是过去的江一楠了，现在的我是个全新的江一楠。哟，我这钱怎么都没了？那得好好查查，别是家里遭了贼了吧？奶奶，我收拾好了。怎么了？钱没。啊？怎么了，奶奶？什么都没丢，我这钱对不上数了。你平常吧，我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头，每个月取出1500块钱的生活费，那一个月都用不了。可是还不到一个礼拜，都没了。好好查查，好好查查。你看这家里头乱七八糟这么多人，先别着急，您不是有账本吗？您拿出来，我跟你核一下。对对对。嗯，来，你看，你看啊，那个昨天买了一大块牛肉，你看82块钱，这要搁着过去的话，我一个礼拜都吃不完。昨天一天就都吃了，这还往那牛汤里边兑了2碗水呢。啊，前天买了3斤切面，吃炸酱面吧，那一盆炸酱面就用了2斤肉呢。还买了2斤酱肘子呢，哎，真好吃。酱是够了，那面条又不够了。我还吃3馒头呢。哎呀，你们可真够可以的。哎，对对，前天我也想起来了，拿你看，记着呢吧。算好了，奶奶，您看，1520，不仅没少，还多出了20呢。怎么多了20啊？哎哎，你看，这不是上个月结余吗？对。一个礼拜就吃这么多东西，哎，我说你们这些女同志啊，也太能吃了。嘿，我真看见那不要脸的了啊！那又吃大肘子又吃热馒头的谁呀？哎，我那行了行了，不吵了，反正都是我们大家吃的，也怪我疏忽了。我们这么多人住在奶奶这儿，不仅给她添了麻烦，还天天白吃白喝她的了。就是就是，你说哪能白花您的钱呀？咱们是个大家庭嘛，咱们都要负起养家的责任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定这个吃什么呀？我姥姥又不在家，也回去做饭。哎，门都没关啊！忘关了吧？谁订披萨？好，我喜欢吃。哎，不能天天都吃这个呀！谁说天天吃这个的？告诉你，现在都拿 APP 订餐了。你想吃什么吧？重庆小面、台湾鸡排，还有那个马小，应有尽有。你们俩先聊聊，我拿一盒蒸锅去了，作业还没写完。哎，怎么不吃？怎么了？小姨惹你生气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特别不称职的妻子？谁说的？我从来没这么认为过。他妈！虽然20多年了，但你在我眼里永远都像第一次见你那时候那样，飘飘的走进教室，像仙女儿一样。
仙女是不用会做饭的，仙女吃就行了。电话没接，都是响了七八声以后就挂断了。发信息死活都不回。你给我妈打电话了？你不是说这次得让她自己想明白了自己回来吗？我就那么一说，我还真会撂下不管啊！我小小的惩罚她一下，让她收敛就得了。我整天看着小姨没吃没喝的，我也挺心疼的。我是心疼你，因为我知道你心疼咱妈。你还记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要是我跟咱妈一块儿掉到水里，你肯定先救咱妈。所以你现在给我做的这些，我挺感动的。这事儿我也做的不太妥，你不会怪我对老人太狠了吧？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而且。希望我妈能认个错。嗨，行了，无所谓，家人是不认错不认错，只要她愿意回来就行。你看，装修她不高兴，我也让停了。哎，要不咱们明天来一块儿请她回来？不用了，我自己去吧，我知道该怎么说。真的。听出来，我不说了吗？这事儿回到办公室再说。你在家呢，我看见了呀。对呀，我知道，我知道，就按咱们约定的。放着吧。我跟你说啊，我们不能在姑奶奶这儿白吃白喝的了，得赶紧找工作了。不白吃不白喝，我已经找着工作了。找着啦。嗯，什么工作？跟过去差不多。能带上我吗？你先刷碗吧。二位歇的也差不多了吧？哟，姑爷有何指示啊？我的买卖需要人手，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啊？有这好事？您早说呀！你这真是，这就对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有大买卖怎么能便宜外人呢？咱一二三那个组合，活活马，这早该启动了呀！就是，现在启动也不迟。哎呦，我跟你说，我早就想上那些高楼大厦、那大落地窗里边转悠转悠了。哎，妹夫，你说我这身能不行吧？可得打上领带，换西装啊，这得。我那只西装呢？是我们老头大派出给我的，现在呀。派上用场了，就穿这身挺好，脏了也不心疼。哎呀，姑爷啊，我得好好劝劝你啊，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吧，不能谈事儿，那得要充分谈事儿的架势啊。哎，你看看你这交通工具啊，人生意伙伴都这么讲啊，没道儿了，就这儿啊。
关总，有几份文件需要您签字。先放这儿吧。哎，我说先放这儿吧，我等会儿再签啊。对不起，罗总说这几份文件着急要。你签哪儿啊？这里。还有这里。哎，对不起，这不该您签字。知道，没事了。等等，今天下午公司有什么安排没有啊？人力资源部组织大家去拓展，去雁栖湖。哎，这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啊？我是总经理，难道这事儿就不应该通知我一声吗？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和他们商量商量。我想去还得跟他们商量商量。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向罗总请示。哎，张姐，我怎么觉得我应该管您叫张总啊？关总，您还有事？哎呦，我还哪敢跟您有事儿啊？您都是张总了，您要没什么事儿，劳驾您挪挪步子，您从这儿出去行吗？你们出去拓展了，那我也出去拓展拓展。没想到你还会刷房子，这有什么？工地下多了，这哪看不会？要搁几个月之前啊，打死我也不相信大设计师能帮我刷墙。要搁几个月以前，我也不相信大主任马国良能来装修队干活。彩货，你是彩货。我这是对你另眼相看，这活干得踏实。好半天了，再不吃就凉了。谁说不吃啊？吃。哎，这米饭怎么两盒啊？哎，少吃总吃，多吃菜嘛。哎，就两双筷子呀。因为只有两个人吃饭呢，干活的吃饭，不干活的没有。走，开气人了。哎，你们俩带钱了吗？你要干什么？哎。我们家的钱从来不外借，不管你们借钱，让你们路上买口东西吃，怕你们饿着。从今儿开始家里不开火了啊。那不能够，别人不吃，那姑奶奶总得吃吧。你好意思让那么大年纪的人自己绷绳去吗？姑奶奶、爷阿姨你们不用操心，我负责。我是怕你们饿着，提醒你们一声，不送啊，走好。哎，姑爷。你都听见了，听见了吗？我听见了，我觉得想的挺周到的，不费心了啊。嘴堵妇人行，哎，你说他不就是记恨我们是大太太家的吗？记恨瑶瑶比他年轻漂亮吗？多歹毒啊你！姑爷，你要给我们做主啊！哎，我这也是媳妇儿太多了，实在是摆不平啊。村里的。哦。哎，是不是有人敲门？没声儿。
这两天你的屁股底下就像安了弹簧似的，老是往门口窜。想闺女想的不行了吧？想什么呀？要想也得他先想我呀。不信你问问他，从打他出生到现在，除了出差那几回，他有一天离开我过没有？你也离不开人家呀。行了，别嘴硬了。我都看出来了，你在我这儿早待不下去了，是不是？打心眼里想让人家来接你吧？不是想给他个机会吗？嗯。这回真有人来了，谁呀？奶奶你好，我是刘丽丽。哎呦！车厢 ，Mr. Man， 黑眼圈换绿色，一串流不息的感想，每一个希望，你用脉搏唤醒朝阳和大都市的心脏。Mr. Man， 昨天几点回家 ？Mr. Man， 有人在等你吗？小小天地，城市角落，做你温暖的窝。头顶点点星光洒落，路灯陪你。唱歌，对面的空座位总是人来人往，叔叔口袋里的梦想还顽强，心中那个没有人知道的高高山岗，风吹来的方向，每次笑着流泪。爱上的是什么？